大家好，我是王慧如，很幸运获得110年度教育部艺术与设计精英海外培训计划一年的全额补助，前往丹麦的 Design School Kolding 就读。DSKD 的研究所课程不是以专业划分，而是以目的分为三个组别。而我就读的 Design for People 系所，目标为让学生经由不同专业领域的团队合作，以人为中心出发，并走向社会与民众对话，让民众参与设计，共同创造。在实务性的课程中，我们经常走出校园，透过实地访查、工作坊，来了解目标群众真正的需求。在批判设计的专案中，我以艺术干预的形式与民众互动，并延伸到探讨民众对广告的想法，也与丹麦当地的卫浴设备公司 Preslet 合作，设计一系列帮助指导者与孩童换尿布时的教学沟通玩具。培训期间也获得 Solve a Mystery 的实习机会，担任 Multimedia Designer 职位，重新设计公司产品解谜内容的平面设计，也参与开发新的解谜内容。如果想看更多海外学习的成果分享，欢迎来华山文创园区看我们的成果展。